弟弟养了一只寄居蟹。是老板送给我的吗？对啊。给我。哎，不要一直戳他啦，你就看他就好了。可是他刚才夹我了。他不会夹你吧？他有夹我。那、你自己手放进去给他夹的啊，你不要给他夹啦。给他夹不会痛。你给他放出来，他才会出来。你放进去，他才会出来。你现在一直放在手上，他会怕怕啦。他就像乌龟一样啊，他会怕怕，他躲进壳里面就是怕怕。好，待会他就起来了，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。哎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大只哦。你看，他眼睛也出来了。他眼睛在这。哎呀，不要戳他，不要戳他，你看他。我没有戳他，我只是比而已。我知道你就看他就好了，看他就好了。你要给他取名字吗？还是你要请姐姐帮你取？姐姐，你要取什么名字？不然叫小季。为什么？因为寄居蟹啊。不然叫大季好了，因为他很大。我是想要这样，大可小季。哦。吼吼，真的好大只哦。哎呀，你好幸福哦，有那么大只的寄居蟹。但是寄居蟹很贵，如果去买的话，只要可能要五六十块钱哦。老板送给你，真好。